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吉拉，是库斯拉。我最近的电影刚上映没多久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纳闷，因为很多人在讨论的并不是说我怎么去咬掉基多拉的头，还是说要来问我怎么去对付明年的血滴子小金刚，而是在研究我到底怎么站在海上原子吐息的。所以有人做了几张图片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去研究，像是这一张，还有这一张。虽然说我跟悟空都一样是日本来的，算熟，但是不要瞎掰好吗？最扯的就是这一张了。What？ 老子我来传奇拍电影，拍到第二集，身高长到了119.8公尺，已经够高了，腿不用跟我修这么长。今天我就要来破除这个讨论。好啦，其实我可以跳这么高。你说你不信，我是信的啦，反正这只是游戏嘛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aider， 欢迎你们再度回到 GTA 5的模组时间啦。今天终于轮到我们哥吉拉登场啦，没有错。前阵子一直玩的都是漫威角色系列的模组哦，这一次终于轮到我们怪兽之王的登场啦，哈哈。只不过镜头怎么那么近啊？这个是大头狗吧？哎，这样好多了嘛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它这个蓝色的背鳍做的有够帅的，还有它的大肚子，没有错，这一只就是我们的传奇哥吉拉了。今天瑞德就是要来玩玩看我们哥吉拉的模组啦，让我们来破坏洛圣都吧，冲啊！哎，它有在移动吗？它在移动吗？好像有，可是走好慢哦，走超慢的啦！啊，可以跑步吗？我看一下，哦，可以跑步，可以跑步，冲啊！有没有看过这么轻盈的哥吉拉？我跳，哟吼，跳超高的，哎，哇哇，他竟然还有哥吉拉的叫声哎，超帅的！我今天不来破坏一下洛圣都，枉费我怪兽之王的名号啊！哇，这个跳跃能力超级强的哎！不要看我们哥吉拉的体型这么巨大、这么笨重的感觉，他跳起来可是吓死人啊。不开玩笑的啊！哇，你看，连直升机都离我们好近哦！嗨，直升机，你好！呜呼，直接跳上去扒他，有强有强，还有没有？在哪里啊？哪里在射我？完全没看到哎、欸！有听到直升机的声音，可是没看到直升机啊！哦，这里、这边、这边，两台、两台，耶耶！哇！哇！哈哈！直接打爆！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超猛的！我们的哥老可不是几台警车，还是几把小手枪就可以搞定的啊！滚开！只不过这个体型太大，我有点看不太到地上的状况，只看到满地的黑色的污渍。你看地上的人都超小的，我真的可以攻击到他们吗？会，我可以踢到他们呢、欸，直接踢飞，嘿呵，有没有被哥吉拉踩过啊？啊，没有，是不是？让你们被踩踩看啊！啊，跟踩蟑螂一样啊！你们这群小蟑螂在射啊啊！射够没有？我踢，哟呼，直接把他踢走。只不过有点可惜的是，这个模组没办法使用原子吐息啊，不然我用喷的就把他们全部喷爆了。起码有搭配哥吉拉的叫声，给你60分，好不好？这个模组给你60分，不是很优啊。而且我发现他好像不是只有一组哥吉拉的叫声呢、欸，他跳起来攻击的叫声又不太一样了，像这样，哇！它这个叫声就比较尖锐一点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叫声，这个叫声又不太一样了。可以啦，这样的话再加3分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只有这个模组不完全的哥吉拉实在是太没有看头了，必须要帮他准备一个对手。来吧，环太平洋的机甲
没有错，瑞的决定要来开这一台跟我们的哥吉拉厮杀一番了，搭配上钢铁人的武装模组，这就是我们洛圣都军方最强的武力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，哥吉拉，我来喽！我看到了哥吉拉，哇、哦，他跳超高的，呜、哦、呼，来啊！我靠，哎、欸，他体型大我好多，我的天啊，你差太多了吧？我一直以为我的体型跟他差不多哎，结果他刚刚一冲过来，天哪、啊，差好多 ！Oh my god！ 过来啊，过来跟我打！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是洛圣都的军方最强武器了，没想到哥吉拉。体型整整大我好几倍哦！看我射死你，有用吗？我努力的射，哇！直升机，我有没有看错啊？这直接飞走了！我的天哪、啊、！Oh my god！直升机哥吉拉，没想到我们的哥吉拉来到洛圣都还学习到了新技能。那我开这台机甲出来要干嘛？算了算了，开回去停好了。